郑金，是你。你好吗？好，累了吧？这回再不走了吧？不，我现在就要走。现在就走？司令员同志又下达了新的任务，派我去国内工作。是吗？嗯。现在敌人正在搞大搜捕，国内的组织大部分遭到了破坏，所以司令员同志打算派人和那里接上关系，恢复被破坏的组织，同时侦查国境线上的敌情，这项光荣任务就交给我了。任务很重啊。嗯，是很艰巨。哎，郑静，你看，这是司令员自己用过的手枪。啊，司令员同志，把这手枪交给我说，我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我觉得你还在我的身边。他说着，紧紧握住我的两只手，我激动的连告别的话都没说出来。司令员同志，郑静，咱们分手以后都要牢记我们是司令员的革命战士。什么时候回来？难说。你看，春天来了就好了。不知道妈妈怎么样了？也许他现在正站在院里的山梨树底下，想念着咱们两个人呢。嗯。福石妹妹一定长大了。长大了。啊，对了，这回你见着妹妹，把这个给她。什么？歌本。好，我走了。好好的。师哲。嗯。我等着你，一定要健康的回来。嗯。
你好啊。啊，给碗水喝吧。给你啊，谢谢。这水真好喝呀。水是好喝呀，这儿怎么也这么乱呢？三天了，讨伐队连着往山里开。哦，出什么事了吗？你从什么地方来呀？哦，我在山里跑了几个伐木场。哎，都没什么活路啊，现在想回家乡去。家乡在哪儿啊？在假山。哦，假山。哼，这个鬼世道。我说年轻人，嗯，你在伐木场里看见游击队了吗？哦，他们来过一回。啊，那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去年春天吧。也是去年春天的事儿啊。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嗯，游击队来的时候好像天地都亮堂，干起活来也觉得格外有劲儿。哎，可是他们走了以后，小鬼子就闯进村子来杀人放火，叫他们抓走的人可多了。老百姓心里没有靠山，只能在眼泪里过日子呀。哥哥，不要哭，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为了拯救祖国，消灭鬼子，保持革命气节，死得值得。人实是英雄好汉，他是个好样的。这个鬼世道，德水村的人石被日本鬼子抓起，活活的折磨死了。德水村的人石？是啊。人石，石哲哥哥，石哲，石哲啊，人石，我来晚了，甩掉了一个盯梢的鬼子。你受累了，人事，村里的组织全靠你了。你放心吧。嗯，你真的要走了啊？你要见到金将军了。哎，我可真是羡慕你呀。我祝你健康，多打胜仗。嗯，好好干。师哲，人师。人师，你牺牲了。村里的组织怎么样了呢？我现在应该到哪儿去？
谁呢？使者哥哥，小三儿，你可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小三儿都被抓走了，死了散了，村里青年会员活下来的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你就来冒险，让鬼子抓住了怎么办？抓住死了算了，可把人恨死了。人师同志的尸体昨天拉回来了。是啊，我看见了。咱们得报仇啊。对，可靠你自己能报仇吗？小三儿，这样的时候可要多团结人呐，懂吗？不然你一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今后再开展工作困难可就多了。你看吧，鬼子非瞪起眼珠子到村里来追查不可，得想办法。那怎么办？把敌人的视线想法转移开。啊，我来想办法，你别急。小三儿，你知道金明同志在哪儿吗？嗯，没听说逮捕他的消息。哦，哎，我也一直躲在外边。要找到金明同志，才能打听到德俊的消息。那我到龙水沟去一趟。哎，你先别急，有一百里吧？别说一百里，就是一千里，我也能飞个来回。好，咱们一块去。我先去看看。我回来的事儿不要对别人说啊。这个我知道。快点回来。哎，哎，啊，我顺路去找福石，告诉他你回来了。看你刚才还说知道呢。可是你妈在家多想你。等以后慢慢再说吧。好吧。
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我到仁顺家去了。哦，妈妈，怎么把梨都摘了？不是要让霜打三回才好吃吗？我想把它埋在大麦里。我总觉得你哥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闯回来呢。要能和哥哥嫂子见一面该多好。也许他们身体挺壮实，正在打仗呢。山里的冬天可不好过了。该死的鬼子，这不行，已经等三天了，鬼子对精灵家监视得这么严。是啊，小翠儿，记住了。你到兴南要找到海岸洞的老崔。哎，给你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快走吧，我到街里去见李，检查的可严了，那也不能后退呀。我到书店去找程学。找程学？怎么，他呀娶了书店老板的女儿，哼，兴趣全放在卖书上了。是吗？老子，你看见了游击队是真的吗？是真的，前天我去女儿家，今天早晨往回来，我亲眼看见游击队从横山上穿过去了。有多少人呢？这个详细人数我不知道，从过山的队伍看至少也有好几十人呢。好几十人？是啊。你撒谎，老东西。哎呀，一只蚂蚁动一动你也叫我来报告，可我报告了你还骂人。是，走，上爷马上命令骑兵出动，快。是。今天已经关门了。程学。啊，这是谁呀？哎呀，原来是你呀！哎呀，太好了，请里边坐吧。好。
来，坐坐坐，请坐。啊，日子过得好吗？啊，我来，程琴，我这样到你家来，说不定你要跟我受连累，你会吃不消的。我虽然开书店卖书，可我的心并没有变。想起在苦难中呻吟的同胞，我常从梦中惊醒。程琴，现在不能只坐在家里提心吊胆呐。这个我知道。我虽然不能像你拿枪去战斗，可我还有朝鲜人的良心。你有什么用着我的事儿，尽管说，别客气。程琴，你知道京宁同志在哪儿吗？自从大搜捕以后，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么李德俊同志的消息呢？哎，李德俊，从前他在云山里一边种地一边当夜校教员的。哎呀，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哦，那以后再打听吧。好，我该走了。在这吃晚饭再走吧。不，以后我再来。啊，好。程琴，不要泄气，朝鲜的未来是我们的。我谢谢你。程协，嗯，金民来了。谁？金民吗？嗯。好，你留在这儿。哎，别惊醒孩子。
大嫂，这本字典多少钱？这种字典很难买，3块钱吧。你看，给2.5块好不好？那连本钱也不够啊！你看，原价还2.8块呢。好，给你。真叫人气愤呐！程雪，你记住，德俊在铁道制裁所。这个我知道。好。精明先生，谢谢你。什么事儿？啊，他们要用点白报纸。啊。你们真的干起来了，你不要光赞叹。好，再见吧，小心点。嗯，再见。再见。死你就快说，到你家去的那个人是谁？他到哪去了？师哲，静明。静明，师哲，我一直在等你，我已经来3次了，是吗？整整3天，我一直藏在玉米街里，好容易找到大伯，才打听到你的地址上。是啊，我也是听父亲说的。坐，到窝棚里去谈吧。好，哦，程学被捕了。哦，我听说这么长阶段，组织没抓紧对他的教育。就是啊，静明，德俊同志呢？啊，他在铁道制裁所工作。哦，哦，对了。这个我告诉过程学，是吗？咱们通知德俊同志，叫他赶快转移。嗯，知道。静明，这阶段你辛苦了。没什么。静明，你现在要去茂山一趟。茂山。详细情况跟德俊一块研究吧。好吧。这一带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哦，当时我们不能再犹豫等待了，就马上决定重新建立组织。德俊，你们吃了不少苦啊。吃苦算不了什么，我们听说将军很健康，我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10年。是啊，他
还想着派人来看我们。现在全国人民正处在日寇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能坚持活下去是因为有将军的领导。你说的对，我们游击队战士也是从将军的热情关怀中获得勇气，才能顽强的战斗。对，德俊同志，金民同志啊，鼓起勇气吧，恢复我们的组织。现在是有困难，但一定能胜利。有金日成将军的领导，沿着他指引的道路，朝鲜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对，同志，向他汇报妇女会的工作。太好了，你说我去汇报什么呀？咱们才有六名妇女会员，再说也没做什么。看你，谁说没做什么？组织都垮了，是咱们自己重新把人组织起来了。哦，还有祖国光复会的十大纲领，咱们一条一条向群众做了宣传。这么说行吗？行。哎呀，可算把上面的人盼来了。嗯，汇报的内容太少了，我真着急。嗯，你说的可也是。祖国，光复。你是德水村妇女会的？嗯，那你快进去吧。好。怎么？哎呀，哥哥，不是，哥哥，不是，哥哥，真没想到在这回看见你。不是啊，妈妈的身体好吗？好。看你，妇女会长还哭。来，快坐下。不是，你真长大了。
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啊？看都有皱纹了。嫂子好吗？好。哎呀，嫂子离家好像都有十年了，我真想看看她。哎，等等。拿着，这是她给你的。是吗？嗯。哎呀，哥本儿。他知道我爱唱歌。嫂子在山里学了很多歌吧，对吧，哥哥？他呀，再学也比不了你呀。这种时候也没心思唱歌了。是吗？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的原则性，这些是我们每个革命者都应有高贵品质。这些话是金日成将军教导我们的。金日成将军？对，在斗争中只要牢记将军的话，就能够去战胜困难，无往而不胜。今日程将军教导说，国内的组织是否巩固的问题，是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钥匙。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把群众团结起来，挫败敌人的攻势，掌握主动，争取最后胜利。今天在座的都是重新组织起来的各地区的组织负责人。同志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贯彻将军的指示。去弄油印机的同志又失败回来了，而且还有伤亡。哦，大搜捕以后把机器埋到学堂后院，守备队偏巧住了进去，还加上了铁丝网，很困难，咱们失败好几次了。油印机一定要弄到，我再想想办法。哥哥。啊啊，不识啊。哥哥。嗯，到这边来坐。干什么？你过来坐下。哥哥。嗯，这次你回游击队一定要带我去参加队伍。好，这儿有很多工作要你做呀。
看着吧。你不带，我自己也要去，扛上枪打鬼子。呵，这不是山梨吗？快尝尝吧。嗯，山梨还是这么好吃。傅师，嗯，你还记得不？我到树上去摘梨，你在树底下拿裙子接，我拿梨往下一扔，砸了你的头。你呀就哭起来了。是吗？你呀。哥哥啊，是妈妈做的。我回来的事儿你告诉了妈妈是不？妈妈也是妇女会员呢。你看，为了我又让妈妈跟着操心。你不知道，妈妈可积极了，天天东奔西走的为妇女会工作。你想什么呢？傅师。嗯。派你去完成一项艰巨任务。什么任务？你知道学堂吗？嗯。在学堂后院埋着一台油印机，要把它弄来。油印机？嗯。那算什么艰巨任务？现在院子里住着鬼子守卫队，得冒生命危险。哥哥，我一定完成。傅师，我相信你。嗯。义气，良心。你也不是什么思想家，讲什么良心不良心的，这些只能让你吃苦头，你为的什么呢？我实在不能理解。哼，你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会很快完蛋吗？等他十年吧，不，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你白等。我看你也不是个蠢家伙。还不明白我的话吗？好，我会叫你明白过来的。十年也好，二十年也行。你知道，我不喜欢利用威胁和利诱的手段。请示。是，带走。是。站起来。快走。哎，我说程学，等你对自己的幼稚有所认识了再来找我，那时候我绝不会亏待你。都说了，快说啊！我都说了，我要见署长，我要见署长，我什
什么？李德俊？什么？啊？他已经离开了铁道制裁所。混蛋！啊，是上野吗？李德俊已经潜伏起来了。附近派出所要加强警戒，对所属劳动现场要严加搜索。对于朴京民的家要继续监视。别只顾抓虾米放跑了鲸鱼，一定要抓住金日成派来的那个金神哲。对。来。长浩。啊，咱们收工了。知道了。走吧。走吧。哎。记住，还有咸北以南两个军正在招收组织，这些地方你要帮助做些工作。我还有这个地区也要你负责指导。我的担子更重了，油印机的问题太困难了，再想别的办法吧。福师已经去了三次都没弄出来。看来福师这孩子还真有股韧劲儿，他坚决要完成任务，今天晚上还要再去的。是个好样的。是。使者同志，危险。快！光浩同志，光浩，光浩，德军同志，石哲同志呢？刘俊同志，你赶快逼光浩离开这儿，你快离开，快走吧，不要顾个人，要保卫组织，岭南的同志正在等你呢，快走吧。那怎么能行，你快走，你给你，快，这枪是司令员同志交给我的，让我拿它保卫革命组织，这里渗透着司令员的信任和关怀，快走吧，组织组织工作全靠你了，德军同志，在这儿呢。高兴啊。快走。快。福师同志，使者同志，他已经被捕了。啊，我哥哥。
哥。孩子过铺了，吃饭吧，吃吧。你怎么不吃啊？妈妈。快吃吧，妈妈，哥哥，哥哥他，我知道了，孩子，别哭了。眼泪不能留给敌人看，快吃。啊，没劲儿了。啊，这个家伙真厉害。嗯，我早料到了。不过再了不起的共产主义者也没用。人的肉体是有知觉的。讨伐司令部吗？现在正在审问。什么？你们要他？没有上级的指示。是，在短时间内。是，知道了。他们在山里白跑了几个月，这回想捞本儿。做梦去吧，没那么便宜。山田，是。川岛，是。听着，要先下手，先下手。是。要从金石哲的嘴里掏出共产军的作战计划和他们司令部的驻地，知道吗？是。说，说，快说！
师哲同志。哎，你站在这干什么？哎，去，推什么推？去，我犯什么罪了？滚！我到兴南，我大伯家送燕麦，为什么抓我？我犯什么罪了？会面了，给你把衣服换上。你在那磨蹭什么？把衣服穿好了，快点出来。石妹妹真长大了，妈妈，您还记得吗？那年天刚冷，我背着浮石过河，走在石桥上一下滑倒了，掉在水里，她浑身都湿了。又没衣服可换，他冻得直哭，我不敢回家去，怕挨打，躲在后山里。夜里很晚很晚我才回去，你没打我也没骂我，从炕头的被子下边拿出晚饭给我吃。妈妈，这事儿您还记得吗？啊，妈妈，咱们的生活很穷苦，难为您有时还给我熬酱吃，那喷香的酱汤是我最爱吃的。孩子，你离开家以后，做梦也没想到咱们母子会这么见面。孩子，哎，不管做什么事不能让人家笑话，要活得磊落，记住了，我要说的就这些。妈妈，我不会辜负您的嘱咐。不是，你最近怎么样？哥哥，你放心，一切都好。嗯。茂山哥哥回来后，嗯，又到大沟去，也平安的回来了。
是吗？太好了。记住，金将军的战士最骄傲的是接受革命的任务，并为完成这个任务战斗到献出生命，心甘情愿，绝不动摇。禁止说这些话。现在你还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话。时间到了。但是逐渐的停止会面，你会理解我的这些话是有深刻含义的。时间到了。行了行了。不是，小心些，旧衣服容易破啊。快点进去。妈妈注意身体。我走了。哥哥，孩子，哥哥，德俊同志，各位同志，我对于你们要营救我的心情是深深感谢的。但是监狱里戒备森严，要救我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危害组织，必须停止这种活动。组织比生命还要贵重，你们要继续扩大组织。同志们，在解放的祖国大地上，跟着金日成将军幸福生活的一天已经不远了，同志们，顽强地战斗吧。最后我有个愿望，请同志们考虑。我的妹妹福石是共产党员，请允许她加入到我们游击队里来，做一名战士，接替我去战斗。金使者。工作，你如果回到连队来，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军政训练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等到春天将开始新的战斗，我相信你一定会在这之前回到这里来。进去吧。政委同志，妹妹，嫂子，妹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都认不出你来了，来，坐下，快坐下。傅石，妈妈的身体好吗？看你，哭什么呀？来。快暖暖脚吧，啊！郑金同志，你要坚强一些。石哲同志他已经被敌人逮捕了。嫂子，郑金同志，石哲同志虽然不幸被捕了，但完成了重大任务。司令员同志最关心的国内组织又开始活动了，送来了很有价值的情报。郑金同志，我们要百倍努力工作，为他报仇。不要哭，忍住眼泪。我们不是准备牺牲一切才走上革命的路吗？嫂子，妹妹，为了讨伐共产军动员的兵力已经达到10万名。是。广阔的平原和高山密林都已经搜查遍了，可是金日成的司令部就像一阵风，无法捕捉。目前山里非常平静。是。假如这平静是永远的，那当然很好。对。可是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可怕的风暴正在这里酝酿形成。不
军，所以我们大家对于共产军派来的骨干分子金石哲的案件要予以特别重视。是是。署长，有。总督阁下对这个案件的审问情况表示极大的不满。是。尤其最近从各郡都发现了这样的传单和小册子，这些东西在朝鲜简直是满天飞。我很惭愧，混蛋。是。把金世哲给我带这儿来。是。实话告诉你，我和你们打了一辈子交道，头发都白了。有的人主张用甜言蜜语去诱惑或劝说，也有人主张用母亲妻子或子女去拉拢动摇人的意志。对这套手法我都不感兴趣。根据生理学的分析，我对人的肉体和神经的作用，从很早以前就进行反复研究，现在想拿你这个不一般的对象做一次试验，对你的肉体执行鞭打、针扎、火烤、电烙，在你的身上反复地使用这些苦刑，轮流折磨你，使你的精神陷入失常状态。你说吧。我想睡觉。叫你说话。你不要忘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金日成将军的革命战士，知道吗？我看共产主义者也是人，我相信这一点。你说的对，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而你们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我们说真正的人，是指共产主义者所具备的那种真正的思想。我们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是思想是永生不灭的。我坚决相信这一点。我的话说完了。15天内一分钟也不准他休息，连续拷问。是。
잘 살고 많은 대중 못 사는 자본주의 노예의 그 서름이 원통해 일어나 노동자 농민과 여성들 자본사회 때려 부시다 对你的功劳评价很高啊，现在你可以无忧无虑了，放心大胆的到外边去干吧。你女人在外边等你呢，别人，你在契约上盖个章就可以出去了，去吧。俊同志，你就批准吧，这个卑鄙的畜生，我要亲手把他干掉。啊，德俊同志，景民同志，他虽然还有一口气，但只是个活僵尸，一具僵尸。真恨死人，因为他，使者同志才。
静音同志。说了些什么胡话？是，我的方法今天总算生效了，一星期之内向您报告好消息。是，我记住了。我说了些什么胡话？这不行，不能说胡话，绝对不行。司令员同志，还有我们司令部的驻地，国内组织的秘密，这不行，绝对不行。我是一个受尽了歧视和虐待，没有名字的穷苦农民的儿子。在司令员的关怀下，
才真正走上了人生的道路，过上了有意义的生活。对您的关怀和爱护，我是永远不能忘的。司令员同志，我本应该回部队向您报告好消息，但是我没能完成任务。现在我不得不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您告别。司令员同志，我的嘴再不能说话了，我一定要保持革命气节，牢记住您的这句话。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但政治生命是永生的。司令员同志，我永远是您的战士。使者，金使者，他把舌头咬掉了。什么？使者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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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真正的革命者
是永生的，他将跟祖国一起万古长青。为了人民的幸福，他顽强的战斗，宁死不屈，他的生命是永垂不朽的。我们的伟大领袖，他无比珍惜政治生命，在斗争中，他充分地显示了革命者的气概。永生的战士，他将跟我们一起，永远、永远地前进在共产主义建设的队伍里。